我相信达浪一定也希望你留下。你不懂，不是我不想拥有这个我和达浪的重要纪念，是我不配拥有，不是我不想拥有，是我不能。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交还给他。爱的秘密难以去延续，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无奈的事情删除最爱你的记忆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。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薄足姬，对不起，原来我一直都在误会你。薛海，薛总，老朱，我刚才餐厅打你电话就打不通，你没事吧？我临时有事要处理，对不起，我又失约了。米娅他们一定很生气吧？没关系，要我去你家看看你吗？不用了，我想跟人亲一亲。还没睡啊？薛海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约好晚上一起吃饭。我没忘，只是因为今天工作太忙了，我走不开。不好意思，我下次再补请你。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是要给我朋友小孩的礼物啦。要给朋友小孩礼物，还是今天收到情人节礼物？哪有情人节会收到这么幼稚的礼物啊？在那开玩笑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？我想了很久，为什么今天没有来餐厅？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有喜欢的人，所以并不想和我一起过情人节，对吗？还是你忘不了陈宝珠？毕业已经3年了，薛海。宝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宝珠还没结婚，宝珠的。宝珠还没有结婚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和他还有联络？今天没有赴约，是我的错。不要想太多了，我先去休息。
3年前我出车祸，我妈把这个顽皮包丢在垃圾堆里，是我把它捡回来的。可是这3年来，不管我跟顽皮包说了多少话，大恩就是听不见。宝图姐，我真的能够用虚海的身份让你幸福吗？怎么出来？田心今天请假哦。为什么？只说要去杭州。杭州？嗯。喂。喂，慧敏，我去杭州一趟哦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在关心我一点钟，吃饭来陪我，你在护着我，快乐难过从不同。杭州机票直飞的。先生不好意思，现在登机时间已经过了。我一定要搭这班飞机去杭州，我没有行李托运，送你坐直达会员，快。好想把你也放进肚里，你是我身体里的时钟，什么时候都能让我陪你。你想我想的是做我做的梦，陪着你不会浪费一秒钟，与你跨过爱情的时空，只是借个痛悄悄溜的苍老都没有。愿你抱着我，愿你看着世界流动，这样的爱上你的存在，给我的生命甜蜜的爱，分享你的爱。先生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你再绕一下吧。电影看完了，10点半准备睡着了。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师傅，浙江大学。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林达浪。你以为你是粉红顽皮豹的好朋友？你知道粉红顽皮豹的好朋友是谁哦？废话，粉红顽皮豹的好朋友就是达浪，达浪。当当当当当！你真的知道哎？我们都是高雄人，而且我们又喜欢粉红顽皮豹，我们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的。这里就是你跟林达浪念书的地方啊。怎么，是想要回到过去吗？我没有想要回到过去，我想要彻底的忘掉过去。哦，这里就是你跟林达浪念书的地方啊。怎么，是想要回到过去吗？我没有想要回到过去，我想要彻底的忘掉过去，我想要把我和达浪所经历的一切再感受一次，然后埋掉过去的一切，埋掉当时的陈宝珠和林达浪，埋在心里的最深处，深到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角落。我陪你，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回忆，我想要一个人。你就当我不存在吗？我本来就没有当你存在过。
现在出来做研究报告，30分钟后常州图书馆见。你现在马上出来，如果迟到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10 9 8 7 6。还有1分钟，你这个香菇再不来你就死定了。什么不能迟到啊！4 3 2 1，你没有迟到。是我迟到了。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粉红顽皮豹，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话，所以顽皮豹就代表我。以后只要宝珠姐你心情不好的话，你可以跟他我说。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安定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它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一个人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见我，那为什么3年前你生日没有来？我一直等你，一直等你，你一直没有出现，没有出现。我不要听。